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卡爱爹。正如标题所见， Anime Japan 是日本每年3月下旬皆会举办的一场大型 ACG 综合盛会。这会通常在这场活动上都会释出大量的新动画资讯跟情报，所以自然也就吸引了许多粉丝们重点关注。而今天的影片就是要来帮大家大致整理前两天刚结束不久的2023年场都有哪些新续作情报，为大家做个简单快速的懒人包。注意，接下来的整理内容只包含活动上公布的最新资讯，一些在活动之前就公布过消息的作品，或只是单纯公开新宣传图、PV、声优等等的作品就不列入了。好的，就让我们正式开始。首先是情改部分，一制作决定，吕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第三季，魔王2099。二今年内放送，但时间未定，哥布林杀手第二季，阴阳师 Netflix 独占 ，Yakitori Netflix 独占。三今年七月放送。魔王学院的不胜者第二季，无职转生第二季，胜者无双上班族的异世界生存之道 ，Fate Strange Fake， 打工吧魔王大人第二季续篇，满怀美梦的少年是现实主义者，我的幸福婚约，谎言游戏。四剧场版部分，青春猪头少年不会梦到交联外出卖剧场版6月23号日本上映。再来是漫改部分，一制作决定。前辈是未娘 ,16bit 的感动。二今年内放送但时间未定，归还者的魔法要特别。三今年七月放送，咒术回战第二季，黑暗集会，白圣女黑牧师，死神少爷与黑女仆第二季，枯雨宫村 Peace， 神剑闯江湖明智剑客浪漫谈，大奥 Netflix 独占。四今年十月放送， Spy Family 间谍加加九第二季，女朋友 and 女朋友第二季，不死不孕，破灭的王国，大小姐的看门狗，七大罪启示录四骑士，米奇与达利二童物语。五2024年放送确定，婚戒物语时间未定，魔都精兵与奴隶一月放送，恰如细雨般的恋歌一月放送。六剧场版部分，攻壳机动队 SAC 2045剧场版 Part 2 2023年内上映， Spy Family 间谍加加九剧场版12月22号日本上映。最后是原创与其他类，一制作决定，突变英雄 X Turkey High Car 第二季，催眠麦克风第二季，林凯 Overtake。 二今年7月放送， Singularity Noir暗影师章 F 行天章，幻日的夜雨，阿亚卡。三2024年内放送确定， Atoli My Dear Moment 时间未定。四剧场版部分，数码宝贝大冒险02剧场版10月27号日本上映， Love Life 红校学员学员偶像同好会 OVA 6月23号日本上映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帮大家整理的本次 Anime Japan 2023中所公开的新作与续作的纯资讯快速懒人包，希望能多少帮助到大家。如果有遗漏的作品，也欢迎大家到影片下方留言补充。那么本次的 ACG 快报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还请帮我按个喜欢。想要在第一时间收看到更多新番的资讯，那就别忘记按下订阅。如果觉得这些资讯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可以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，也可以考虑点击订阅旁的加入按钮或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来小额支持我制作更多优质节目。想了解我的更多动态，也欢迎按赞追随我说明栏中的各大社群。我是凯爹，愿光遇早日回到你的身边，我们下期再会。